落潮的时候，这片海滩会出现很多青花瓷的碎片，它们是16世纪葡萄牙人留下的。500年前，作为第一支登陆中国的欧洲船队，葡萄牙人大量购买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到海外销售。一些瓷器在运送途中损坏，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碎片。于是，这片海滩便有了一个动听的名字——花碗坪。瓷器收藏的中心之一，500年前，那些从花瓣瓶出发而没有损坏的瓷器，有很多在这里安家落户。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瓷之运展即将开始，科技人员正在修复这些参展的青花瓷。这些瓷器将踏上他们来时的旅程，重温回乡的激情。这里古称昌南，据说英文 China 一词就是从这儿得来。这多少钱一个？15,15。一到周末，这个陶瓷集市就会汇聚来自各地的买家。火热的陶瓷交易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南宋景德年间，昌南因为出产优质的瓷器，被皇帝命名为景德镇。江土加水，巧手塑形，以木生火，高温剥化，瓷器曾是中国人独有的创造。地球上最普遍存在的物质，被塑造成人世间美丽实用的器物，吸引着世界的目光。16到18世纪，共有3亿多件瓷器在欧洲登陆。它的销售遍及地球2/3的大陆，无止境的需求催生了全球贸易。Well, I think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it is it's truly the world's first global product. Never mind, you know, Coca-Cola or jeans or whatever. The world's first global product is really Chinese blue and white.外销瓷都是帽子，但是欧洲人喜欢瓷器，他们说瓷器热瓷器热，他们喜欢做成那种外销瓷，不是我们喜欢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喜欢的青花或者这种。他们镶嵌在普鲁士国王宫殿的墙壁上，摆放在苏格兰贵族的壁橱里，描绘在表现荷兰市民生活的油画中，
一场展览让人们通过瓷器看到了300年前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景德镇曾与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紧密相连。瓷器如何从中国独有独享的创造成为遍布全球的产品？在那个充满闭塞阻隔的时代，它又怎样畅游着世界？2003年2月，葡萄牙商船圣卡塔琳娜号载满了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行驶在马六甲海峡。几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快速帆船突然将它包围，发动攻击，并迅速俘获。凯旋的荷兰人将船上数十万件中国景德镇瓷器运回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这次拍卖令人震惊，它引来了大量欧洲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更有很多君王的身影。几天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利500万吨。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景德镇。400年前，一位荷兰客商这样描述这座城镇：我们来到一处有名的河港，港内停泊各式大小船只，来自中国各地，都是为装载这里的大宗货品中国陶。一条中心大街几乎贯穿这个富裕的港镇，道旁商店林立，贩售五花八门的商品，但这里最主要的生意仍以瓷器为主，产量之丰不可胜数。18世纪，景德镇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繁荣的瓷器生产吸引着外来劳工，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有100多万人以瓷为业。曾经有人这样记录一个普通瓷窑里的景象：在稻草屋的作坊里，老人、盲人坐在矮凳上，用瓷杵研磨色料，小孩子用大蒜头擦抹瓷器表面的金边，以防止入窑烧制时脱落。还有几个孩子蹲在拉胚工的脚下，帮助他们旋转陶轮。从那时起，景德镇男女老少就已经融入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而青花瓷则是这里的主打产品。我生命的话就是从景德镇这边开始的，第一份工作进了瓷厂，第二份工作也是和陶瓷有关系。
再就是我的艺术创作吧，也是和陶瓷和景德镇这种有紧密联系的。陈立一家三代都以瓷为业，母亲还是景德镇的著名的青花画师。现在作为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师，他自己也在进行着青花创作。他这种朴素的，像陶渊明的诗，他也平淡啊，喜欢他的人也多，但他那个朴素的话也能打动人。一件青花是这样烧制的：白色素胎点上淡黑色的颜料，再覆盖上一层轻薄的透明釉，将色彩埋藏在釉下，推入窑中，经过摄氏1200度左右的高温焙烧，淡黑色的颜料则变成幽亮的蓝色花纹，含蓄沉静，历久弥坚。我们国产的颜料没有那么浓艳的，它一个沉着，再一个的话它又比较鲜艳，既沉着又鲜艳的那种，我们国内就是没有这种颜料。青花，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典型的中国式样，却不知道它其实是各种外来元素杂糅催生的。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about this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ran and China from the 9th century right through to the 17th century. They really represent this incredible exchange of technology between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Gong Yuan 13世纪，蒙古铁骑踏遍了欧亚大陆。1221年，蒙古军攻占中亚城市米沙布尔，杀光全城，只留下400个有专长的工匠。这是蒙古军征战的传统，他们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还要占有当地先进的匠人和技术。青花的产生呢，应该是由波斯工匠来到中国，把这种用古兰来绘画图案的这种技艺带过来。可能最早的青花瓷器是由波斯工匠在中国的瓷器上绘画的。波斯工匠当时烧制的陶器虽然简陋粗糙，却呈现出一种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带来这种效果的是一种颜料，古兰。当时只有波斯工匠掌握它的工艺。当十三世纪蒙古人打通了中西的通道，波斯的古兰工艺就有了大量进入中国的可能。除了重视外来的技术，元政府在帝国庞大的疆域里大力推行商业贸易。在景德镇成立了元代全国唯一的瓷业管理机构浮梁瓷局。一些精明的商人在西亚和中东考察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们观察到，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西亚和中东，古兰经禁止人们使用金银的餐具，而富人却希望用同样精美昂贵但可被古兰经许可的器皿。景德镇的瓷器恰好符合这些要求，他们的白瓷胎质地坚韧，可以烧造西亚人惯用的大盘大碗。更重要的一点，他们可以用来自波斯的古兰工艺
做出复杂精细的图案，更容易迎合西亚人的喜好。中东地区啊，作为沙漠民族啊，伊斯兰教，所以它有上蓝上绿这种文化的特征，所以呢，这个青花瓷器在那儿深受欢迎。同时呢，西方的这些图案也传到中国，给中国的这个制瓷业呢，带来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托普卡比宫是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馆。在这里，从墙壁的装饰上可以看到和中国青花相似的花纹。这是青花最典型的纹饰，方形、菱形、Z 形、横 S 形、莲花纹，正是伊斯兰细密画特点和中国画风技法的结合，催生出瓷器史上前所未有的作品。这个图案都是分层的，按照伊斯兰的这种习惯都是单层的，比如这个件就是五层图案啊，有的多的有到十一层啊、九层啊图案这样。你可以看到，你比如它的鱼啊、鱼藻纹呢、啊，这个在磁州窑的这个元代的瓷器上就很流行，也很传统。但是呢，你像它的边饰出现的这种番石榴啊、西番莲啊，这些纹饰明显的还是受到了一些外域文化的影响。元代最后几十年间，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西亚商人和景德镇窑主共同展开了一项贸易史上空前的商业行动。钴蓝料从8000公里外的波斯向东运往中国，为伊斯兰顾客专门制作的大宗青花瓷则向西销往中东市场。احتمال زیاد ظروف سفالینه مخصوصا با رنگهای سرمه‌ای و آبی که معادن اصلی آن در ایران و در اقصا نقاط ایران بوده و به نام سنگ و مواد لاجورد معروفه از ایران به کشور چین میرفته و حتی نام چینی از کشور چین گرفته شده همطور که ما به کشور چین میگیم چین چینی را منصوب به چین میدانیم و این در زبان فارسی و زبانهای اروپایی این واژه وجود دارد 技术的发展皇家的支持中东市场的打通原料供应的便利催生了青花瓷在元代崛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产品此时万里之外欧洲人正在尝试着一次次探险希望能够亲自到达传说中富有的东方当欧洲的风帆真的踏浪而来又会与青花瓷发生怎样的相遇The British Museum is really, I like to think of it as a kind of the world in a box. It's every culture is represented here. But nowhere has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in terms of ceramics other than China. 最早，欧洲人得到中国的瓷器，是通过中东商人们的陆路贸易。Period before for direct trade. In fact, from in the 15th century, there's virtually no porcelain. I mean, it's very, very rare the porcelain that arrives in Europe. 到达欧洲的瓷器，让看到它的人惊叹不已。他们把瓷器比作水晶，色彩精辟生动。
上好的瓷器外壁先薄透光，将瓷杯移到有光的地方，可以看到手指的影子。And then suddenly, from China, there comes this pure white glass-like material with this beautiful painted blue decoration. I mean, it must have been such a shock aesthetically. And those that did are treated as some sort of magical material. 他们相信阿拉伯人的说法，它可以清除所盛食物或饮料的毒素。瓷杯中一旦投入毒药，便会开裂碎掉。于是，青花瓷在欧洲被人们看作神奇和圣器，接受众人膜拜的目光。乔凡尼·贝尼尼创作于1509年的油画《群神宴》，青花瓷和诸神待在一起。这是一种只有神才能使用的器物。夏洛特堡宫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王宫，这里有一间瓷屋。青花瓷装饰着每一扇门、每一块窗、每一面墙壁、每一个屋顶。住在青花瓷里，国王们体验着幻想中中国式的精致和优雅。这种上行下效的时尚鼓励了巨大的冒险热情，激励着欧洲人坚韧的壮志，扬帆起航。公元1514年，上川岛的渔民忽然在海岸线上发现了一艘巨大的帆船，船上悬挂着十字形状的旗帜。相传这是第一支到达中国的欧洲船队，带领他们的是葡萄牙人科尔沙利。经过100多天的艰难航行，他们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中国。尽管当时明政府实施海禁，但利益的驱使让葡萄牙商人铤而走险，与当地海盗进行走私贸易。葡萄牙王公贵族委托到达中国的商船，辗转于中国沿海的各个港口，寻找中间商和代理人，偷偷订购他们所需要的景德镇青花瓷。这件青花执壶是第一批带有欧洲文章装饰的中国瓷器中的一件。壶身装饰的是葡萄牙贵族贝秀多家族的盾形文章。In Europe, you have a ruler, then you have the relatives of the ruler.And various landowning families, and each of these categories of people have a coat of arms. 1542年，葡萄牙贵族和航海家安东尼奥·贝秀多到达中国，却被禁止进入广州港。心有不甘的船队便前往泉州，继续走私贸易活动。这件执壶就是在这曲折的路线上委托中间人从景德镇悄悄定制的。走私的困难，定制的艰辛，
让这个青花纸壶到达欧洲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十倍，只能被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拥有，成为这些高端客户炫耀财富和地位的奢侈品。正是这种对于瓷器的追慕和狂热爱好，使得瓷器买卖成为一本万利的生意，也促使着葡萄牙人对正式通商的不断努力。为了拓展与中国的贸易，葡萄牙人通过一系列外交与军事手段在中国寻求靠岸，直至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澳门的居住权。从这里出发的首要产品便是瓷器，用于和中国贸易的船是最大的，每艘商船装上20万件瓷器成为常态。这些船除了要进行商业活动，还要抵抗土著和海盗，每次航行至少有一半的人永远回不了家。但丰硕的薪金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水手进入到这疯狂的冒险中。16世纪，中国除了白银，对外部世界再无其他需求，而欧洲人却对各类中国产品趋之若鹜，于是白银成为他们和中国进行贸易唯一的媒介。中国人的货币白银构建着那个时代世界的货币体系。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沿印度洋抵达中国，他们的邻居西班牙人从美洲通过太平洋开辟了与中国的贸易航线。这个香客瓶属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好像一只便携的水壶，上面描绘着西班牙王室的徽章。这个徽章也出现在当时西班牙的银币上。这种银币是最早的全球性货币。当西班牙国王想要得到景德镇生产的这种青花香客瓶，要先派他的船队去往美洲玻利维亚和墨西哥，那里有刚刚开采出来的大量白银。船队带着这些财富驶入去往亚洲的航线，到达他们的贸易基地菲律宾马尼拉。从这里他们进入中国沿海，通过中间商订购中国的商品。这个香客瓶便在这持续半年的贸易流转中最终到达西班牙。肯尼亚马林迪，这里发现了巨大的中国明代青花瓷遗址。出土的瓷片证明，这里也曾是全球贸易链形成时重要的一环。中国青花瓷通过欧洲的帆船进入到了非洲的市场。它的这个船的贸易啊，不是一种单向的贸易，是全球视野的。可以说它的这个航行是要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各个航段都可以获利的。它还包括非洲到美洲的这种奴隶贩卖啊，还有美洲开发的这种农业的庄园的这些农产品往欧洲的输送啊。
300年前，住在景德镇的法国人殷洪旭这样写道：夜晚进入景德镇的景象，仿佛明月临照全城，火光处处，黑暗中背衬着股股浓烟烈雾，整座城宛如一座巨大火炉，周围的山头形成它的炉壁，幢幢黑影则是照管着无数火眼的炉工身影。劳动密集型的瓷器产业是以低廉的劳动力为代价。景德镇瓷匠陶工的待遇非常微薄。17世纪，一位普通的陶匠每天生产100件瓷器，年收入仅仅是2.5两银子。和工匠的收入相比，卖到欧洲的一件上等瓷瓶的价格是14两银子。汇聚了无数劳工汗水的青花瓷，在明清2个朝代为中国赚回了滚滚白银。从1572年到1644年明朝灭亡，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中国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全世界生产白银总量的1/3涌入中国，约有17700吨。17世纪初期，有位葡萄牙商人忧心忡忡地说：白银周游全世界，最后涌入中国就不走了，仿佛这里才是它天然的中心。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全球贸易航线的垄断，终于在17世纪到来时终结了。荷兰人拥有的15000艘船只，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他们掌握了全球海上贸易航线，成为外销瓷的新垄断商。荷兰人超凡的商业组织能力，把定制中国瓷器变成一种市场行为。他们把欧洲的市场信息迅速反馈回中国，连接了生产者和客户，让产品更加符合欧洲人的需求，真正打开了欧洲的市场，完成了瓷器从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过渡。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这里收藏的大量荷兰定制的青花瓷，见证着17世纪中欧瓷器贸易的繁荣。这个就是明末清初，就是万历天启的重新实现那个外销瓷。这个时候就欧洲的那个荷兰啊，其他东印度公司很繁盛，所以大量这边的东西吧，就外销到欧洲。一年有几百万东西，就是这一类东西，这件属于这个克拉克类型的一个标本，就中间好多开关，中间是个主题，外面也开关，开关是每个开关里头有图案，然后就旁边也是流苏啊什么，这个背面也是开关，这个都是克拉克瓷那个标准的那个风格。1604年至1657年，大约有300万件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销往欧洲，进入欧洲普通市民的家庭。中国青花瓷完成了从高端的奢侈品向普通日用品的过渡。Clark was the most popular exported piece of all time for Europe.
These are the types of porcelains which would turn up in houses right the way across Holland, Northern Europe and England. And we find them even in some pub site. 青花瓷这时已经成为荷兰画家笔下最亲切的常客。景德镇陶匠和他们手中的粘土一样，他们多才多艺，能够灵活配合订单的要求，适应远方市场时尚与经济形势的变化。他们制作出了瓷质的汤盆、盖钟、色拉碟、咖啡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具。这件双景瓶的造型和功能完全是欧式的，瓶子被分成两个独立空间，分别用来装橄榄油和果醋，而上面装饰的葡萄和石榴都出自传统中国图样。当欧洲人认为它是中国国粹时，中国人则觉得这是异国风情。这里是景德镇现在最大的瓷厂，一条流水线，30个环节，600个工人。早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出现之前100年，景德镇就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流水线。法国人殷鸿旭这样描述这里的生产景象：第一个工匠将瓷泥拉出杯子的形状，被第二个工匠从转盘上取下，将它直接放在基座上；第三个工匠将它放在模子上，并把它捏制成型；第四个工匠把不需要的部分剔去。一件瓷器要烧制完成，需要经过70个工匠的手。大量的欧洲订单，市场的扩张，使商品生产分工越来越细。精专的技术，标准化的制作过程，使景德镇在17世纪就成为全球化商品的生产基地。景德镇与瓷器生产同样成熟的是它的运输能力。粗器用胶草包，上等器则用纸和稻草包裹装桶，一桶重达225公斤。再把一包包、一桶桶送上一排排停泊在江边的长型轻便快船，向南航行80公里，抵达饶州。长江便在不远处流入鄱阳湖。鄱阳湖水深较浅，意气风浪。10个世纪以来，无数的沉船遇难于此。散落湖底的瓷片勾勒出一条看不见的瓷路。为了通过湖上最危险的地方，人们在湖边建造了菩萨像，焚香祈祷。瓷船继续向南行驶，到达南昌，然后沿赣江而上，
再用人工驮载货物穿越大屿山岭的梅关古道。大屿岭，中国著名的穿山古道，从景德镇到广州长达500公里的路程，唯一动用陆路的运输就是这一天的翻山行程。400年前，这条古道上行进着长蛇阵一样的挑夫、陀螺、推车，数以万计的瓷器在挑夫背上走过这段20公里的山路。每个挑夫肩挑2倍于自己体重的瓷器，艰难前行。一旦失足滑倒摔碎瓷器，轻则失去工钱，重则倾家荡产。如果幸运地穿越梅关，瓷器便可以在珠江上游装船驶往广州。1647年到1665年期间，清兵入关，明朝颠覆，景德镇停止了生产，中欧之间的海上贸易也被切断。1684年，中国战乱结束，海运重开，景德镇恢复生产。中国青花瓷再次占领了国际市场几乎全部的份额，而它在欧洲最大的客户也在发生着变化。1694年12月28日，正在前线督战的荷兰执政兼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突然得到噩耗，自己年仅32岁的妻子与自己共治英国的女王玛丽二世患病去世。为了缅怀玛丽生前的爱好，威廉在汉姆普顿宫的各个房间摆放和悬挂了许多他们最钟爱的中国青花瓷。 And he put Queen Mary, his wife's, his late wife who died, all her finest ceramics.Across the chimney pieces in wonderful displays. This was a very new way of showing ceramics in this country, a fashion that Mary had brought with her, and even after her death, it became very influential. 玛丽二世的爱好带动了整个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风尚。追求这种风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夺取海上贸易航线，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18世纪，驶往中国的欧洲帆船旗帜已经从红白蓝三色变成了米字旗。英国人靠着坚船利炮取代荷兰人夺得海上霸权。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英国人率先建立了驻广州的商馆，与清政府规定的贸易中间商13行进行双边贸易。1774年，伦敦居住着52个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的贸易商，他们被称作瓷人。上至女王，下到普通百姓，都把拥有中国外销瓷看作是一种荣耀。
中英瓷器贸易的盛况出现了。200多年前，这里是中国与世界做生意唯一的港口。1760年，站在这个码头放眼观望，你会看到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码头上面外国商人修起的洋行建筑上飘扬着本国的国旗。一箱箱瓷器、茶叶、漆器，一捆捆丝绸，摆放在洋行前面的露天广场。最繁华的街道便是13行街，数不清的商店，琳琅满目的货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瓷器。欧洲人带来的新奇颜料，在中国化工的笔下，将演绎成新的瓷器品种。瓷器贸易的暴利，将最终敦促欧洲各国研发自己的制瓷业。瓷器，第一个全球化商品，将更深入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有人为他倾家荡产，有人为他牺牲性命。300年的时间，欧洲人试图破解制瓷的秘密。中国外销瓷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敬请收看精彩记录《China瓷》下集。